这里就是不周山？应该是这里吧。相传此地有神兽贤竹之龙守护，它能照亮整个西北大荒。我们此行只是要寻找进入鬼界的方法，最好不要冒犯于它。嗯，那种活了千万年的神兽，就算我们想打也打不赢吧。呀，打雷了！汝等凡人为何会来到不周山？此处乃是幽冥之国的属地，速速退去。我们是来找进入鬼界的法子，你又是谁？在哪里？鬼界，区区凡人，不过是六界中渺如沙粒的存在。你们真的清楚鬼界是什么地方吗？神龙，是龙哎，真的是龙。我不知道鬼界是什么样的，但是为了找一个朋友，我们一定要去鬼界。天河，不可无礼。我等乃是昆仑琼华派弟子，专司修仙问道，如今因有要事特来寻找鬼界入口，绝非有意冒犯。昆仑琼华派，凡人妄想修仙乃是可笑，千秋万代之间随心愿者又有几人？不如乖乖生老病死。我们来这里只想知道进入鬼界的办法，和修不修仙没关系。哦，如此言语态有意思。凡人，回答本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云天河，他叫韩灵沙，他叫慕容紫英。就问你一个，把我们的名字全报出来干嘛？本尊不讨厌胆大的凡人，但讨厌说大话的凡人。你们有胆量就走上盘龙镇住试试，可能再也没有命走出不周山。上面就有去鬼界的入口吗？凡人，你们能不能去鬼界由本尊决定。好，说话要算数，你等着。灵沙，你怎么了？你那样看我，还问我？我都快被你吓死了，知不知道？爹说过，男子汉立誓无所畏惧，没什么好怕的。那是龙哎，你这野人居然还敢用那种语气跟神龙说话，我真怕神龙一生气就直接把你撕碎了。撕碎？我没觉得有杀气啊。谁管你什么杀气不杀气的，真是气死我了。灵沙，算了，如今亦是祸福难料，不如先往上走，静观其变。我知道，当然也只能这样了，可我就是气不过嘛。好久没见灵沙这样有精神的生气了，也不错。呵呵，看样子长老给的石头真的挺有用。他也是担心你啊。哎，啊，这个人他的尸骨上扎着一把巨剑呢，剑身上的刻纹像是很久以前的古物了。
林子，莫要动手。哎，怎么了？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不过这把剑上好像附着什么东西，好可怕！刚才我碰到的一瞬间，我听到许多厉鬼嚎叫的声音。你们暂且退下。紫云，小心！实在罕见，这竟是一把未成之剑。未成之剑，啥意思啊？便是只铸造一半，功亏一篑。但此剑不知为何，却有天成之相，凶煞之气极重。咦，那是子英，他好像对你很依恋的样子哎。你们不要接近魔剑，小葵不想再害人了。小葵，你是谁？这种剑你飞出来的吗？还有，你说这把剑叫魔剑？你们走，这个人他知道的，这把剑是凶煞，是不祥之物。你本身鬼力与此剑并不完全相容，应该并非恶鬼，但此剑煞气过重，我要将它带走，想办法予以净化。不要，千万不要！魔剑的力量很大，你会被它。是否此剑会反噬直拿之人？好多人都想得到魔剑，可是他们都死了，被害死了，被害死。难道这具尸骨也是？他和别人争了好久，终于抢到了魔剑。可是又有更多人要杀他，他逃到这，为了摆脱怪物，一直挥剑。这把剑突然就发出红光，刺进他的胸口。小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小葵不是有意害他的。你不能控制这把剑吗？小葵只是附在剑中的鬼，没有办法完全驾驭这把剑。那你又是如何进入剑中？因为哥哥死了，可是这把剑还没有铸成，敌人已经攻进城来，小葵就敲进了铸剑炉。诶，你是以身殉剑？原来如此，铸剑之道中，以活人祭剑最为兄弟，此剑因你的血气而天成，反而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力量。因我所料不差，建成之后，这帮清客便将方圆数里化为焦土，饮万人之血。是的，后来小葵好像在魔剑里待了很久很久，那里面有许多怨灵，很可怕，实在太可怜了。林兄，莫非是位铸剑高人？否则如何会想到铸造这样的一把魔剑？我不知道，不过哥哥他是江国的太子，他做什么都很厉害的。我们江国有本祖传的手卷，上面记载了魔剑铸法，哥哥就是看过那个才想到铸剑以解围城之困。你说的江国，我记得是春秋时那个小国，以自刃而闻名。天哪，那你在剑里究竟都过了多久？难道你要一直下去？小葵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要投胎，我想去找哥哥转世。我想哥哥，可是我还不能化出人形，也不能离开魔剑。转世以后就是另一个人，即使真的见到你哥哥，你还认得出他吗？一定可以的，就算相貌变了，性格变了，只要是哥哥，小葵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你一直待在这里是不可能遇见你哥哥的转世，不如我们把魔剑带在身边，换你找。不行，你们是好人，小葵不能害你们。不必担心，我可以暂时压制魔剑的凶煞之力，
相信踏遍天下，总能找到净化他的办法。此剑若是继续留在这里，落入不义之人之手，这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倒不如我将他带走。真的吗？你真的不怕魔剑的煞气？子英说没事，就一定没事啊。他最擅长铸剑，不会说错的。谢谢。他叫子英吗？他和哥哥有点像，小葵能感觉到，都很正气，又很温柔。你且进入剑中，我将魔剑收入剑架，便启程吧。好，可是如果有一天找到哥哥，他知道魔剑害了这么多人，会不会以为小葵不乖，不要小葵了？不会的，你这样乖，他一定舍不得。嗯，小葵要回去修炼了，不会再里外物，除非你们呼唤我，或是我感觉到哥哥在附近。知道了，你尽管安心吧，一定可以找到你哥哥的。喂，我们已经上来了，你在哪里？凡人，你可知道，对神龙呼来喊去是何等的大不敬？啊！天河，你怎么样？好疼！为什么？我下山以后总要被雷劈。凡人，这便是无礼的下场。我不晓得什么才算有礼，你让我们上来，说是有去鬼界的办法，我们当然是急急忙忙地跑上来找你，有什么不对吗？看来你的胆子很大，也不怕死。但若是本尊告诉你，想去鬼界，你的两个朋友之中必须死一个人，你会如何回答本尊？死？为什么？本尊说过，这里是幽冥之国的属地，若是毫无缘由让凡人进入鬼界，本尊日后要如何忍受阎王的蔑视？大胆的凡人，本尊只要求一个魂魄，已是相当宽大的。快选吧，到底要谁死？一位是红颜知己，另一位是至交好友，想清楚。这算什么条件啊？更何况我不是他的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不错，本尊等你的答案。那我一个都不选。好大的胆子，敢戏弄本尊！虽然为了找我的朋友，我一定要去鬼界，但是如果因为这样，必须失去另一个朋友，我宁可不要。就算离开不周山，总能找到其他办法进鬼界的。此地岂是你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？杀气好强！若是激怒了本尊，本尊可以让你们几个通通死在这里。你很强，我感觉得出来，不过是我不愿意选，和他们俩没关系，请你不要杀他们。天河，要我牺牲朋友绝不可能，我不会改变主意的。凡人，你很有趣，
你一定还看不清世间真正的疾苦，一定认为所有事情都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。凡人，或许你值得本尊欣赏，或许你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愚人。什么意思？本尊给你一个机会，本尊将会释放相隔千万年未飞升得道之前的幻影，你们若能战胜他，本尊就打开往鬼界无常殿的通路。真的？你愿意帮我们了？本尊镇守此地已经9900年，即将功德圆满之际，还能遇上你这种可笑的凡人，我是帮助你们进入鬼界的，还是将你们的魂魄送入鬼界？很好，凡人，你很努力。天河，你受伤了。费力气，神龙所伤，凡人的法术岂能治之？你们有所求，就要付出代价。代价？你对天河做了什么？既然放你们通过，本尊干脆跟阎王多开个小玩笑。你可以打开鬼界的门了吧？此法阵有去无回，如何从鬼界重返人间，你们需得自己想办法。啊，原来还要自己想法子回人间啊。这是凡人进入无常殿，岂非与送死无异？此法术可令汝等生人之气不被本察觉，12个时辰后自行消散。谢谢。本尊今日令你得偿所愿，但是等你有朝一日尝遍世间辛酸之时，或许就会怨恨这样命运。胆大又有趣的凡人啊，待你此生阳寿尽时，本尊会来找你，看一看你是否还是如此洒脱。天河，你的伤真的不要紧吗？没关系的，我刚才觉得全身都像被火烧着了一样，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大概是大哥教我的凝冰诀起了作用，只是一下冷一下热，有点难受。切勿勉强开口，还不快静下心神，我运功助你调息。吐息引气，凝神静心，如是。这是子婴，不行，我觉得很冷又很热。静下心来，不可自乱心神。
天魂。子英，天和他会没事吗？他体内气息已归于平和，应无大碍。哈哈，好了，一点都不难受了。真的吗？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？你刚才还那么糟。没事没事，我精神反而比之前还好呢。谢谢你，子英。不必客气。我们出发吧。林莎，你怎么了？我还从来没有见你为什么是这样拼命过。你对梦离真好。什么？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也像梦离一样不见了，你也会不顾一切来找我吗？一个不见已经够麻烦的，要是两个都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你放心，要是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一定也会去找你，直到找到你为止。虽然有时候你会说我笨，不过你是除了爹以外第一个对我好的人。我知道你对我其实是很好很好的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去找你。你比梦离还……等一下，你别说了。我只问一句，你有的没的说一堆干嘛？后面的我不想知道了。明明是你问我呀，又不让我说，不想知道还问干嘛？天和，你受伤之后内息极是古怪，有一寒一热两道完全不同的气在体内交织。啊，听起来好像走火入魔。不错，乍听与走火入魔无异，但这两道气冲撞过后却又似乎融于一体，并无异状。这盘龙镇住直耸诸天，那贤竹之龙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所以再难请他治天河的伤。子英，我真的没事，全身上下都是使不完的力，简直比受伤前还要好。无论如何还是多加小心，觉得难受的话要立刻告诉我。对啊，不许逞强，闷着不说。好，神龙说跟阎王多开个小玩笑，到底何意？天河的阴阳之气委实古怪，神龙似乎是帮他，但言语之中又有不善之意。我们走吧，进传送法阵，再不走，这个法阵会不会消失啊？也只能先去鬼界了，但愿一切顺利。